你昨天是不是又去商场把那个戒指买回来了？我没买啊。你知道多少钱吗？我真没买啊。每次去那儿走不动道，你昨天是不是又去了？我是去了，但是我没买。把你手伸出来我看看。我都说了我没买，伸啥手啊？伸出手来证明一下啊。行行，你看吧你看吧，没买吧？你看看你看看是不是这个。我都没舍得买。老婆喜欢就买嘛。这多少钱啊老婆？啊，我给你算笔账啊，假如我娶你花了10万、啊、咱俺俩在一起50年，那一年才2000块钱，一年365天，和每天的成本也就是5.47块。我也就每天花5块钱，娶了这么如花似玉的媳妇儿，给我洗衣做饭生孩子照顾老人伺候一大家子，你说我赚了还是亏了？好像是赚了。所以说老婆、啊、老公挣钱老婆花，天经地义。哎呀，感受那喜悦。